重金打造，他们平均年龄都只有19岁，是新世代的流行摇滚男孩团。谢谢。现在很流行小鲜肉，我们先 Lumi 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Lumi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umi 的吉他手 Hank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umi 的主唱 Sean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umi 的鼓手 Mark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umi 的贝斯手 JK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知道，其实我们 Lumi 其实都是从我们璀璨之星选拔出来的。对，是。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可以在璀璨之星的舞台上表现？有，其实那时候还蛮想的。我们参加的是第三届的璀璨之星，对，然后当时我们也是跟其他参赛者一样，我们就站着，然后很紧张，然后有个号码牌，对，还有个号码牌，我们要开始，要开始。然后那时候就看到表演，然后觉得哦，好羡慕，希望总有一天有朝一日也可以自己表演这样。所以他们真的非常努力，在这3-4年来非常努力，在日本训练培训。你们应该一开始不会说日文，对，我们一开始是没有任何基础的。那真的非常厉害，我听说他们其实一开始连乐器都不会。对对。到今天有这样的成绩，真的是非常的厉害。也听说你们最近回台湾发行了第一张 EP。没错。对。其实过程很辛苦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啊。其实这一张专辑我们在日本全部都在日本制作，那里面有13首歌曲，有中文的，有英文的，还有日文的。哇。对。多语。对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张专辑。其实这张专辑花了将近1.5年的时间在制作，所以其实在里面包含着我们很多的故事以及我们的初衷。对，然后现在已经全台就是全面上架了，然后大家只要找 Novi N O O V Y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相关歌曲。大家要多给 Novi 支持好不好？掌声！谢谢。他们那么用心制作了一张专辑，所以我们今天只听一首歌是不够的。不够了，唱不够。那你们要唱，想唱几首？想唱几首？张杰有13首。张杰唱完，可能大家就是没有这个时间。我们跳最精华的2首，接下来再表演给大家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接下来时间再次交给 Lumi 啦，掌声欢迎他们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最新影片动态，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